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宅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手中这台美版的13 Pro Max 的白色是帮江西的有位粉丝拿到的，13PM 128G 有锁的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用卡接，让它解锁一下信号。卡槽的三角，然后就是卡接的三角，就是这个卡槽的三角放进去，然后这个是我的移动卡，放进去，它这边折过来。直接插入手机，插入手机之后，等那个手机跳卡接程序。这时候我们选了个上网自动解锁，等它跳一下。上网自动解锁，这个是 XF 的，所以我们选 XF 接受。选完之后，在这个页面等着就行了。这个页面我们不要点继续，只要是选对运营商了，然后我们等待它自动跳到桌面。一般是个30秒钟左右会自动跳到桌面。等它跳到桌面之后，再等它信号稳定一下。出现中国移动之后，你看现在是没有网的，我们进入这个设置，蜂窝网络选项，把这个打开，就有网了。一般写出来应该是 5G，我们切换一下飞行模式。5G，把这电话试一下。星级服务，让爱连接。电话没有问题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挂了电话，自动回到 5G。你再试一下上网。上网也没问题，还不影响开热点。这样的话就算接好了。4000出头，我们就能在华强北搞定一台这样的13 Pro Max，小伙伴觉得价格怎么样？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